班杰与刘雨柔过去曾经交往过一段时间，现在已经是幸福奶爸的他和刘雨柔依然维持良好的友情。最近他在《小姐不惜地》中大方聊起和刘雨柔的这段恋情，他表示两人当时会分手是因为远距离的关系。坦言过去那段时间他工作必须常常出国，无法花很多时间陪伴对方，刘雨柔当时也没有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两人之间就慢慢产生距离感，后来也无法好好修补这段关系了。他表示当时虽然是和平分手，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段感情会画下句点。他后来曾经陷入绝望的低潮，还一度认为自己无法找到爱情，不过他后来走出低潮期，和刘雨柔也保持友好关系，并在2019年结婚，也在婚后迎来宝贝女儿的诞生，是一个相当幸福的奶爸。Bye.